这不是校帅严苛吗？哇，严苛他有女朋友了？啊，我天哪！那女的谁啊？都是体育系。哎，你看一看。下午有课吗？啊，我晚上有训练。嗯，那我待会去找你。好啊。这是真的吗？我和严苛走在一起，他是我男朋友，这不就是我期待已久的校园情侣日常吗？还牵手，天哪！真的进去了，嗯，我真的拜拜了，真的拜拜。我想拿一下那本书，我在这里。什么书啊？嗯，我找到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哎，刚才坐在严苛旁边那个，就是体育系的那个变性人，就他呀。对呀。天哪，现在帅哥都什么眼光，怎么能看上他呢？谁知道呢，说不定呀是给严苛下了降头。可能是吧。去哪里啊？哎，哎，去哪里？干嘛？怎么了？我去训练啊。那待会儿一起吃饭吗？不吃。连饭都不吃啊？我又不是饭桶。不是。嗯。连零食也跟我作对。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些个不死的莺莺燕燕，我就搞不懂了。他们都知道严苛有女朋友了，还前赴后继的，赶都赶不走，还说我给严苛下降头，给他们下差不多。老大，
你这是甜蜜的负担啊。就是。来，五六七八，左手左脚走，右手右脚，哎，二三走，四。老板来，一新教练来面试了，没看我在忙吗？你进去。来，继续啊，来，一二三。小珍，你先去忙吧。哦，好。林教练哪里人啊？苏州。今年念大？研一。父母在老家？在国外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健身房呢在举办联谊交友活动，需要了解。没有。我是说，这样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七夕献礼活动了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为什么？难道你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大家休息十五分钟以后再继续。马上要比赛了，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，大家加油啊！嗯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带水了吗？没有。带水了吗？你带水了吗？没有。教练，我去扛桶水回来啊。哎，好。小熊，杰克来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哇，带了好多东西呢。哇。累了吗？累，谢谢。同学们都渴了吧？带了一些吃的喝的给大家。说的这么客气啊？不客气，谢谢大家平时照顾我们家小熊。小熊的男朋友真是又帅又贴心啊！不愧是学校的新晋校草。小熊，你可给我们体育系长脸了啊！是我运气好，当初差一点就追不到他了。不是。当时要是我动作不快一点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不会在一起了。像我们小熊这么优秀。这么善解人意，我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力气。严大帅哥真有眼光啊，让那些唧唧歪歪我们体育系女生的人好好瞧瞧，我们小熊多好啊！训练了啊，我去训练了，我在旁边等你。晚上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什么？哎，这个。哦，是你第一次弹给我的那首。小熊，答应我一件事情好吗？好啊。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去怀疑我们俩之间的感情。你说老天爷为什么会给我一个这么完美的男朋友呢？你不再跟我开玩笑啊？开什么玩笑，清醒一点吧。哎呀，开玩笑也没有关系，那就让我多沉醉一会儿，不要醒过来。
哎，丁丁，那个你舅那的快递包裹我给你放楼下了。哈，你还真把我当快递小哥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健身房业务那时候很繁忙的。啊，行，不是，我错了。哎，丁丁，那个我还有事，我先不给你打电话了，挂了。Hello， 林教练。林教练，我觉得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。你说在哪儿都能碰着，你说这个缘分真的是。去操场，我每天都会来跑步。跑步，我喜欢啊！我最喜欢跑步了，我感觉我上辈子就是一台跑步机。啊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有事儿。撞到了我的心，林教练，你都已经撞到我的心了，那你该怎么补偿我？补偿你啊？你什么人呢？健身房老板娘啊？什么？啊，那个是健身房教练。好，你现在给我一个特别兴奋的情绪，特别开心的情绪，来。好，你坐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。这两张保留吧，其余的再考虑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给我酝酿一个悲伤的情绪吧。好。对。你等我一下。没事，继续。好。嗯。好，对。说吧。小白，不会这么无情吧？那天晚上的事儿，就这么算了？那天晚上是你喝多了，吐了我一身，我不介意了。这种事你都让耍赖，可真是无耻。行，随你怎么想吧啊，我们还是开走吧，拜拜。站住！混蛋！藏挺好啊。我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讲话的，是你们动静太大了。你那天晚上真的只是在照顾他？那你觉得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不对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疯了！我怎么可能喜欢你这种花花公子？明天上午我来接你，你打扮得漂亮一点。你带我来商场干嘛？还能干嘛？逛街呗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。这个不错。嗯。美女，这款领带特别适合您男朋友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挺好的，您眼光真好，您可以戴上试一下。
这个挺好的。那我去买单。怎么支付？扫码。可以下去吗？拿着吧。什么啊？自己看啊。别太感动，你的工作补助。走吧，还有下一站。帅哥，你看这个头发你还满意吗？你问他就行。美女，你看一下你男朋友的头发还满意吗？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哦 ，OK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？还是白宇泽吗？帅不帅？还行吧。你今天这么兴师动众的，是要去哪儿？我们啊，要去拍一场婚礼。婚礼？走吧。可以了，学姐，我想再多做几个。你现在的训练强度已经很大了，况且你的手腕已经轻微受损了。学姐，明天要比赛了，我想再多练几个，我可以。相机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你们放心，我们白老板很专业的，一定会为你们的婚礼留下一个最完美的印象。那一定把我拍美一点啊，是不是老白？放心，绝对的。来，我们再来几张。哇，帅！你怎么才到？爸，新婚快乐啊！你终于有个正形了，又不是为了你。你，老板，你帮我看看我刚刚拍的照片行不行？走吧。今天是个黄道吉日，也是我跟我那人结婚的大喜的日子，在这里感谢大家能参加我的婚礼。同样，我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女孩子更加漂亮啊！啊，发财发财发大财！来，干一杯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哎，我再怎么帅，你也不用一直看着我吧？少自作多情。
我只是觉得这场婚礼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。本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他不是你爸吗？那今天的新娘就是你的继母啊。那也得我爸能坚持得住才能当得成我继母啊。谢谢谢谢张总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咱们几个拍张照，来来来来来，都往中间靠一点吧，近点。你也来吧。是啊，小子，快过来。不用了，我拍照。我来吧，快来。来，大家都往中间靠一点啊！我数三二一，准备，三二一，真好看！哎，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啊？来，啊！我的裙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马上拿纸巾擦一下。我这可是订婚会，让你擦什么擦呀？那你这个婚纱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哎，不用了。你这样赔得起吗？你拿你这破照片赔吗？好了好了，小鬼，你有什么资格那么说他啊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种整容脸，根本就配不上他的照片。小子，你对长辈哪有这样说话的？啊，太没教养了！没教养？是啊，没教养。谁让我有爹生没爹养呢？拜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就会这一招。我们走。别生气。今天都把我不好，让你跟你爸吵架了。不关你的事，他向来看不惯我，我都习惯了。你怎么可能不在乎呢？你要是不在乎的话，就不会特地去买衣服弄的了。是啊，那又能怎么样？可能我天生就是不招人喜欢吧。不是这样的，我。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？我希望你以后如果遇到像我这样的人，一定记得要千万离他远一点，因为我根本不值得你的喜欢。我不会躲的，喜不喜欢你是我的事，接不接受是你的事，但我不会躲的。我帮你吧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安心回去养伤吧。比赛那边的事情我会帮你处理。我想参加比赛。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如果你再受伤的话，你的手就真的废了。我没有逞强，可是就算我不参加比赛，那我的手就能好了吗？
你这是万国念劳损，标枪运动员。睡，明天比赛加油。拿着，来呀！看好了，哇！哇！怎么样？过马屁精！现在还有机会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学姐，你会给我加油的，对吧？
小熊，小熊，小熊，小熊。不是。